点，请问一下，小姐贵姓，从哪边来？哦，香港的李小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台湾的观众喜欢看一种表演，紧张、刺激又危险，你刚好具备这三个条件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请工作人员把道具拿出来。什么道具啊？哎，一颗气球啊，到底要做什么用的呢？好，李小姐，你的位置，请你站在这边。哎，非常相信了，大家看到旧定位以后就非常一目了然。哎，到底要做什么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你猜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拿着鞭子面对着气球，拿鞭子把气球打破。请问一下，李小姐有没有信心？哦，他说他无所谓啦，但是工作人员的话怎么办？小姐，这一点代表说你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有爱心。我跟你说，亲近农场什么最多？替代役最多，他就是替代役。简单来讲，他就是我们国家的军人的意思。所以很多，对，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。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，刚开始要打气球，难度太高了。我们先打声音，这个声音不好打出来，所以你要仔细听好两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，甩鞭子的时候不要太前面，因为会打到我们的军人 ，OK？ 那第二个，你甩鞭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怎么打，随便乱打都可以。有一个重点，我离开你再打。得住声，离开你再打，来做头顶上的旋转。来来，好来，啊抓好，来往前挥出去。哦，小姐小姐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冷静一点，克制一下，克制一下哈。往你的右手边再跨两步，因为那一边的观众朋友很怕，而且很危险。好，再试试看，还没有声音哦。非常的勇猛哎。错边了，转这样子。右手的话，往这边转，来往前再试试看，看有没有声音。哦，哎呦，小姐不要打地板，我们要打前面。打地板了。来，最后一边再试试看。小姐，你两只手在干嘛？来，最后一边试试看。哎，小姐，你越来越前面了。你开始移动了。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跟你讲，冷静冷静。好，你刚刚走一步，他就退一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跟你讲，刚刚你从头到尾至少甩了15鞭以上，声音都没有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是不是有一个重点忘记跟他讲了？小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鞭子有一个机关，这个鞭子的手把，这个盖子要打开。放两颗3号电池，声音切到最大声。我跟你讲，还要 made in 台湾的电池才可以，声音切到最大声，声音才会出来。真的还假的？假的啊，假的假的啦，开玩笑的哈。没啦，正常人要一天的练习时间，鞭子才打得出声音。如果你要击破气球的话，我们要练一年。一年哦。对，所以今天的表演危险的部分马上就出现了。我跟你说，李小姐，鞭子今天是我们拿，我们拿，你是拿。气球的，讲太多了，来来来，赶快，赶快换位置哦。其实我们刚刚重点是要骗他上来拿气球的啦。你就傻傻的举手了，举得非常非常的快啊。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的感受就是跟他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有一个重点，你双手举好，举直。对，你放心，他拍什么电影都一样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上来要量距离。所以你不要紧张，你手伸直，不要动，你眼睛看着他，面带微笑。你不看他，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，他会打你哦。好了吗？好，面带微笑就好了。好，来牛仔，你小心哦，哎，不要打到他的手。来量一下，加油！哎呦，好，请先给我们李小姐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很勇敢，从头到尾，全身上下完全都没有动。前面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姐姐刚刚手叉了好几下，对不对？这代表说她会紧张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来，我把办法拿出来。什么办法？眼罩。哦，知道了，把牛仔的眼睛遮起来，就更紧张、更刺激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遮住小姐的眼睛。哦，遮小姐，遮小姐，遮小姐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遮住人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到，不要模仿跟学习，因为真的非常的危险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不要再拿爸爸的皮带乱甩的哈，这是要训练过才可以的。好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李小姐的家人朋友在哪里？招招手一下吧。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你的有一个朋友拿着照相机在拍你，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跟他交代的吗？他要生日，有吗？有点后
后悔，有点后悔，后悔了。哎，你是后悔来亲近农场，还是后悔来台湾？我跟你讲啦，其实一点都不会后悔，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还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引人注目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等一下麻烦你双手举直，来，双手举直，加油，要帮你量距离咯，请你不要动咯。先不要动哦，待会是非常紧张的一刻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帮这个勇敢的李小姐帮她数一二三，我们送她上路，好不好？欸，我们把气球打破，气球打破哈。如果你会紧张，你用深呼吸的方式，我跟你说，忍一下，三秒就过去了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点点头，点头，要开始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准备大声的数，数得越大声，牛仔可以打得越准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非常的精彩，非常刺激，非常准确，好犀利呀，很准啊，哎，非常感谢我们牛仔，你看还要握个手，感谢一下，你看他超感动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，跟他开了这么多的玩笑，我们要送他一个特殊的纪念品。但是这个纪念品目前只有亲近农场才有在做贩售。小姐，你看得懂中文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叫做米田贡。哎，你怎么送人家米田贡？我要解释一下，这个米田贡是用糖果做的，跟地上真的长得一模一样。小朋友不要随便乱捡，买的才可以吃，地上的不要钱的，不可以吃哦，不可以吃哦。好，那请大家再给李小姐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跟他开了很多的玩笑，那请大家节目结束之后再告诉他为什么打得那么准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。